加入用对，就要把游泳摆第一。二年的B班是我的班级，我跟他们共进队有什么不对？冯凯他脚踝扭伤还蛮严重的，这次桃园区的比赛应该是没办法参加了。你很行嘛，队长这么努力练习，下就被你给毁了。我给你提供一个方法，就是什么都不要去想，照你的直觉去做就好了。天天都要看我的老师，给我想好。